姐夫，姐夫，哎呀，又去开工啦！干嘛？不开工，哪里有钱去养你姐啊？嘿呀，江湖救急，借我3000块。哎呀，江湖救急，那你就找那些能救到你。我没有啊！我没有。去年借我那个5000块钱，现在都还没完，现在又开始要再添筹码了。我已经没钱了，你找其他人借。借吗？我急用啊。没有，真的没有啊，一分钱都没有。你去找其他人。你确定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了。我给个东西给你看。看，你看，你干什么？又什么用？又没钱，真的是。这是啥？这是谁呀？这我啊。这个女的是谁呀？看清楚一点。哎呀，这删了，删了，删。干嘛要删了？删了。这个女的那天我记得，哦，我做了一个好事情，有一个瞎子，哎，这个、他过马路的时候，我就牵着他手过马路，我担心他被车撞。哦、是吗？对对对对对、哦这个，我是好人，好心人啊，对的。哦，误会了，那你不借，不愿意借3000给我是吧？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去跟我姐解释呗。你那视频删了，我给你500块钱，好不好？不用你还。3000。你真的狮子大开口啊！你姐夫我身上有那么多钱的话，我就天天不用在家里面吃你姐那个老头菜呀、啊！我到外面吃快餐不好吗？反正我不管哦。别说小姨子，我没给机会吧？哎。小姨子，我知道你最善良、最漂亮了，心肠也是最好的。你姐夫我那天确实是做好事，嗯、你把那个视频删了，哎、3000块钱而已嘛。哎，这给你再借一次，最后借一次给你。最后一次啊？啊，今天最后一次。啊，可以。姐夫最好了。哎呀，不要推了，推来推去，你姐夫我本来身子就弱了。再被你这么一推，做什么用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姐夫，哎呦，哎，对不起，姐夫，对不起。哎，天天被你姐折磨的，我身板都越来越娇小，越来越脆弱了，还被你这个腿那么软啊，还被你这个小叶子给折磨我，那我不是得赶紧就上苍去买活埋了吗？哎呀，活埋怎么活埋？一手交钱，一手把那个视频给删了，好吧？哎呀，真的是被你们两姐妹给折磨得够呛的了，啊！你先给钱，等下你。哎呀，删了吧，留着视频那占手机内存。3000，删了啊！删了，回收站也清空了啊！清空了。这些事情就不要告诉你姐了啊！哎，放心好了，烂在嘴里面不会的，哎，烂在肚子里面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下次千万不要让我再发现了，哎、知道吗？好，你要不然五千嘛。哎，好。走吧，去开工吧，姐夫。哎，我去开工关你什么事啊？去吃快餐吧。我吃快餐关你什么事啊？走了走了。你跟着我干嘛？